瑞杰花园，位于泰国春武里府博恩区入口处，位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心点，距离泰国两大工业园区 Eastern Sibo、 Amata 都不到五分钟的车程。 Eastern Sibo 与 Amata 两大工业园区现在共有80万名员工，其中更有10万名是外籍高阶主管。泰国法规规定，工业园区内不得设有宿舍，所以造成博恩区常年有10万人租屋人口。而现今博恩区月租型套房居住环境品质普遍不佳，瑞杰花园是博恩区第一也是唯一首选酒店式经营管理公寓。瑞杰花园公社包含游泳池、健身房、公共停车区等优质生活机能措施，两座36栋高尔夫球度假村、国际学校、 Tisco 大卖场、医疗机构等，均距离瑞杰花园不到5分钟车程。瑞杰花园聘请国际知名五星级酒店集团印象台湾饭店集团担任物业管理公司。瑞杰花园第一期共有7栋主体建筑，每一栋一楼皆为社区公用停车场。瑞杰花园房型共分为23.9平方米、39.9平方米、40.2平方米等3种户型，总共508户。所有户型均附设全套精致装潢，包含电视、电冰箱、微波炉、冷气等14项家电设备。瑞杰花园为春武里府博恩区所有租屋客最佳的选择，也是您最好的地产投资项目。低单价、低总价、高投报、低风险、免管理、安全退场机制。现在起当个聪明的金房东，瑞杰花园酒店式公寓欢迎您。